寻找，感觉很重要，宁可空白了手，等候一次真心的拥抱。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遇到对的人出现在眼角，可是呢，你的声音是柔的，但是你好阳刚哦，刚刚。对啊。刚刚有很多生死一瞬间的画面。哇，你唱女生的 key 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对不对？对，要练的，要去调那个。他唱 Billy 姐的歌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。那太低了，我对他来说。Billy 姐的声音还有点低耶。真的。对啊，哎，你声音好好听哦，你唱这首歌完全不会费力耶。有啊有，像那个。你跟那个。卓一峰，卓一峰 key 谁高？应该他比差不多，可是他的比较阳刚一点。那你跟那个另外一个老师，那个谁？哪个老师？杨培安老师。杨培安老师应该比我实，他应该比我高一些。我的唱到高音会变尖。哦，变尖。他的不会，我 key 可能可以一样。哦，可以一样，但是会每个声音出来对对对位置不太不一样。我是如果拿高音。的歌手来比的话，如果分柔的跟刚的，对我会比较偏向柔的那一面。对的，那刚才你举例的卓一峰啊，跟杨培安啊、阿信，都是在右边。那林志炫老师在中间，因为他一柔一刚。所以那张信哲在左边，黄志伟跟黑人是在另外一边。那个不在区域里。啊，不在区域。然后曹格又很奇怪，他可能在上面。姚明呢？哦，姚明在更上面。名字更高了，对，姚明又更高了，对，姚明更高。哦，刚刚说那个喔喔喔那个部分，你在 KTV 会飙了上去吗？会啊，那每个人我会给大家一个警告，就是哎呦，你们把手指放进耳朵，因为它会变尖，虽然很实啊。好，哎，那我们听一下，我们把眼睛遮起来了。把眼睛遮起来干嘛？怕太尖叫太不，眼睛爆出来啊！神经病啊！最好是不会啦，因为潜水夫在啊，然后眼睛都在压力，眼压太大都棒哦。你说按住这里，哎，从那里出来的，眼睛很重要的，最好是。那我们这样好不好？那你哦一下，哦一下。哦，好，老师给一个 key， 老师给个钥匙，给他，你家大门给我原 key， 你们家大门的 key， 那给你房间的钥匙，你家大门的 key， 对，那你们小心，铁门的 key， 付出去多少。然后得到多少并不计较，当我想清楚的时候，我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海阔天高，准备了，哒哒哒哒，我无我寻找，感觉很重要。唱到这边就厉害。可是呢，你的声音是柔的，但是你好阳刚哦，刚刚。对。要硬啊！对，你的脸突然变得哇，好帅哦。对啊，好厉害，而且 man 你刚刚。这个有在家里试过加两个全音。哼，你声音差不多就是极限，会变成。玻璃会破的那种声音，而且妈妈肯定是看到嘣，妈妈爆了，妈，不会啦，因为都是你害的。因为以前住家在走廊，在走廊，所以我很怕，因为有时候家我把窗口都关了都没有用，有时候我外公回来从楼下去，我刚才听到你在唱歌，我住七楼，那应该对狗唱啊。你住七楼，我这些听得到。应该对小狗唱，看它的反应是什么。我没养小狗。你把它关在一个房间里面，两个一起在。感情真重要。我就唱给它听。对，然后看它狗反应会是怎样。狗都脱毛了，掉毛了。狗脱毛了，它会漏尿。漏。你看到，哎，小狗阿告你怎么？去厕所尿尿啊，不可以在房间里面，对啊。吓不溜，啊，好了，唱歌很好听，还蛮幽默的，他真的还蛮无厘头的讲话，真的，对不对？
接下来的表演呢，还蛮厉害的哦，是舞蹈表演。哎呀，黄靖伦大家都知道他跳舞跳得非常好哈、哦，就连罗志祥都不敢恭维。我敢恭维啊！恭维的意思不是恭维，不是 talk。喂，你感觉这对不？你敢恭维？我敢恭维啊！不敢恭维。当主持人一定要恭维啊！所以说呢，今天要跳一个非常特别的舞蹈，当然是跟我们美丽的 dancer 来跳个贴近的舞蹈。这位 dancer， 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对对，有参加过武林大道。他是精武门里面跟我跳交际舞的那一位。哦，原来就是他。对啊，他很漂亮的。好啦，我们来跳一下好不好？好好，加油哦！好，好好掌声鼓励。83%的不算拼就成什么，而剩下的部分叫做有一点迷惑。通讯努力的朋友好久都没有联络，忙着忙碌那天才解脱。每天每天的新闻看起来都差不多，埋葬了偷做个梦也没什么不妥。大人的世界是非对错该如何反驳，生存游戏谁和我一过，谁还在拖说，谁还在啰嗦，我说拜托拜托，请给我个避难所。我疯了，我狂了，我幻想还有快乐，我累了，我倦了，我什么都不想了，我困了，我睡了，今天新时代的多进去飞，我明天再说。麦克风给老师一下，来来这边请。刚刚有很多生死一瞬间的画面，有一幕啊，老师要转身，你要扶他的脖子。如果刚刚如果黄靖伦突然忘记，老师直接 lucky， 糗到真的。而且你，而且他刚刚跳怎样？我根本没看呢，因为我是看到老师在偷笑，不是老师这样，内心的澎湃就是来，我们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。老师，我问你一下，他学多久？4-5天，4-5次吧。4-5次，哎，跟我差不多哎。你们不一样啊。那你很少跟女生接触，那这样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。那刚开始是当然是不敢动啊。啊。对啊，就是好像是根本是贴住的，所以贴住就会抓不紧，他就会跌倒。